红灯的时候，嗯，想下雪。我忍不住从脚开始冷起。超短板，那个人滑超短板。那两个橘色，你觉得是板子连着它的橘子？那是斑点吧？斑点，是两个橘色的线。你说底下？脚踝的。好冷，怎么办？还是富良野的小木屋比较有力。
走啊，你继续走啊，你继续走啊。都右边呢、啊。完全不会，手有一点，眼睛还好。泡完吃还是泡前吃？泡完还泡完吃？
车子就一下下没进去买，反正都是得走去那、啊，因为如果是车子这边的话，就冲往车子。但是我习惯两点吃，就两点收工啊，两点吃。还是我跟你先弄回车子，换了鞋子，我再走过来买。即使是走鞋子来回走，也是浪费力气啊。但至少不会累，就是增加滑倒风险。哦，你是说我们的鞋子也会有滑倒危险？哦，今天很滑。那个车道上比较滑，车道上不行。你不会觉得可惜吗？你要多滑。因为我觉得雪不滑还好，所以我一直冲松雪那边啊。我对，我就看你一直转弯，我其实很好玩啊。我去试了一下，我觉得太不平了，很危险，会滑，会摔倒，算了，我就不要。还好，还好一点点。知道刚好的那一道下面最边边有一整区吗？它都滑右边而已。对啊，中间有个地方你要切过去哈。我知道，可是我觉得那一区还好，反正右区的那右边虽然窄窄的，但是都是松的，还不错。嗯。因为它整条都是松的，一直到最下面哦。没有被滑伤。也不是松，应该叫没声音。只能说没声音。对，它没有很松，因为我早上滑。那它右边那边是真的很重，嗯，又出太阳，还好吧，装饰一下而已，就也不暖，毫无效果。我们这次桃园那边都没滑哎、欸，它就是笃定不开两边，没关系啊，那那边就不滑就不滑，因为两边的雪况不会有太大的差异。对啊。而且我也记得那边长怎样啊，就还好。我也不太记得。那些人别再滑了，他已经刮掉了。好坏哦！因为刚刚滑，你不在，我们两个坐，就看到一个技术也不是很好，看起来就很好滑、啊，不是很好的人也在滑。对啊，因为我就看起来很好滑。没有啊，这种雪况看起来很好滑。是草啊！我说有这边，你看就会看。他也只不过是碾过去而已，就证明了这件事。对呀、啊，不够厚。有啊，我们二三月来，要是二月来。要是那时候狂下一阵，我们就可以玩这里了。嗯，就是最好是那种前一个晚上，我们早上那边刮半天这样。嗯，那我们应该预定给他八点出门。我们来几天？四天五天吧。就早上八点，然后刮刮刮刮。所以车都会开了吧？那时候一定要多开啊。所以你一开始说他只开一道，就只有开这一道呀？有。开在 Tower 那边的最初级的道、哦哦，那这两道都没开哦。对 ，Oh my god， 是我 unlucky me。对啊，我就想要惨了，你来千里迢迢飞过来滑初学，然后结果我也只有初学者。没有、啊，那个真的太初学了，那个直直站着滑下来就可以了。好难哦，我手不放在手套里握成球，结果现在手指全部都冰成样子。我靠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很冷啊。我等一下继续这一道，我只伸不进去。现在滑倒了这道。
谢谢哦。太阳，太阳。让你先，你可以滑这边。他只能走右边的松雪道，他不能走左边的松雪道，因为他只能滑那一边。对。
搞什么？抓不准。